老师，哎呦呦呦！哦，我转这个啦，这边吃玉米，肚子很饿哦。去考场，去考场。哇、哦，好厉害哦！哎、欸，给我中最后一个，吃个吃个，吃个吃个，勿扰，吃一下吃一下，勿扰，饱餐一顿，丹尼娘死掉了，还敢吃东西、啊？高腰嘞！干，人家在吃东西，跑快打人家，没礼貌。人真真好，吃还好，我觉得几个不好看，真心觉得，还是有不好看的这一次的存在。哎、欸，干呀的，你别在恭维，不然你的六 G 我都抓到了。哈哈。哦 ，Marco， 你要偷学 Marco 真的是，可以偷学 Marco， 但不礼貌。他干，他这画面很蠢。哎、欸，没反应到。好、哦，拜拜。哇、哦，下单这么单，这么单，这么单，你再单，你还单，你再单，再单，再单，抱歉。啊，还来酸。我也来一个，好像抬不到，太慢了。啊，死了。刚才哪没了？还是没玩战士？哇哦！我来了，我回去了，我来了，打我啊，笨蛋！嗯，再一次，女人的坚持，摔到底，再摔没有啦！闪去！啊啊！闪太早！五蓝，哥哥你要练一下解摔，你被摔太多次了。哎、欸，好、哦、反应到了，射错边了。嗯，下段。嗯，不连断。抱歉，握手了，握手了，我的错。哦，这连段实在是很简单。咻，我来喽。哎、欸，拔掉哎，为什么？我以为我被踢掉了。这闪单身是有什么诀窍吗？纯粹在听声音啊，我是听声音的、啊，我会听到它啪一声很大一声，你就赶快按四局。然后就是你打罗安要有一个习惯，是你出任何基本技多，不要直接转你接下来的指令，就不要直接按，至少不要直接按下去，因为随时可能被打。你如果直接按，你取消东西，那个单身就真的成功，也很难做到100%不被单啊，因为有时候就是会突然忘记，然后就被他打飞。干没跳好，跳歪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倒餐一顿，华磊干，华磊不会赢这个，我猜到嘞，那招的相信还不知道，是有点麻烦，哎呀。赌你觉得我会欧软？哦吼！哦，不要追我！哦吼！叫你不要追我了！哎、欸，我来啦！哈哈哈！干！再搓一下四G嘛，时间会刚好被划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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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欧软！呵呵呵！噔噔噔噔！哦，这么衰哦！你真的很衰，这个真的有衰。
啊，这个就不行了，嘟嘟嘟嘟嘟，干，这样踢不到，应该不要按 ZU， 我掉下来就好。雷安啊，安叔，吃我的华雷，吃我的二 A， 吃我的什么都不做啊，干，拜拜。饱餐一顿，干什么啦？干什么啦？拜拜，拜拜，不要乖，干，不要过来。哦，这个好来，我来啦！哦，说刚刚那个，啊，豆肯，护理啊，啊，抱歉，哎呦，挡好，哇，原来这个是站着，我之前好像看推特有看过，可是我没有特别去记得很深刻。哦呦，直接按回来，好猛哦，好阿巴雷啊，好一个阿巴雷啊，火流肯啊，气功啊，毒扫啊。流满脚啊！得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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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闪姐，闪姐耶！哇哦！啊，死了！哎，你要来，直接丢大绝哦！为什么要饶人一命呢？当当当当，猪手！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，我感动。哦，烂角色这样都可以去。哎，很怕空阵。哎，你这样空阵的球也还会在我面前啊？你觉得还可以再过来？还是比你刚刚包直接推走好？因为我都已经快死了，好像是残血，都是血啊，你都有可能可以扣一些。啊，毒闪。都都都都都，哦，我带血了，没带血出来。流氓脚，流氓摔啊！流氓没摔到，流氓被打啊！后跳跳，流氓摔，流氓二 A， 再二 A， 乱动没乱动啊，动了。流氓脚，流氓后后后，没有这个没有技能。流氓摔啊！看流氓被跳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啊！这个跳有点太甜了，哦。流氓 Holuken， 流氓脚被打掉了，流氓 Adoken， 流氓跳啊，被等了，流氓 A 摔，哦，被俩包，流氓脚，哦，好猛哦，都敢阿巴雷这种正的点，刚刚那个正的还是敢按，啊，我太偷了吧，啊，正的我都没有直接按下去过，每次都偷鸡，啊，脑袋。昏沉沉的就一直想偷袭，猪闪再猪闪，不嘞，冲啊，冲进去啦，流氓脚啊，流氓摔啊，流氓前后走摔啊，流氓二 C， 阿豆，流氓猪闪再猪闪，流氓摔再猪闪，还是猪闪，流氓脚，流氓啊，干流氓被抓啊，流氓跳。流氓气功，哇，干就被跳。流氓主闪再主闪，还是要主闪。一万的主闪最对位，再来。啊，流氓脚，